经常被粉丝问到万达手法是什么，雷国手法是什么，神鹤万星手法什么什么的啊，一个个固定的手法教你们，还不如教会你们最基础的手法。有了这内功心法，以后学习什么配对的手法都是万变不离其中，一下子就会了。 Hello 各位好，我是阿伟，一个资深的深渊主播，今天来传授给你们深渊最基础的手法。最后一个手法学会了立马原地开播。第一个位球，也就是通过相同元素的角色产生的能量球给到你想要的角色身上，以达到快速充满能量开大招，通常是辅助给主 C 充能。最常见的香斑组合、灵华猫猫组合原理都是相通的，这里演示其中一个就好了。来，班尼特战绩铲球切香菱出来吃球，这样香菱是不是就很快就能充满能量了？多多练习产生肌肉记忆，每次用到香斑组合的时候就不用担心香菱充不满能量了。其他的位球也是同理，平时多注意一下，实战中就可以潜移默化的用出来了。第二个开书吃球，开书吃球也叫实停吃球，原理就是利用了冒险阅历、地图、任务列表等方式让战斗中的时间停止，但是能量球是不会暂停的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到当前角色快速的把能量球吃了。电脑的操作比较简单，而且还可以改键，比如把冒险阅历改成离你手近一点的按键。手机玩家的话就要使用到双指操作了，注意这个方式多人联机就不适用了。第三个闪避冲刺法，原神利用闪避冲刺是可以规避掉大部分的伤害的，学会了闪避的身法就立足于不败之地。例如深渊常见的秋秋王啊、魔偶见鬼等等等等，原魔的种类其实并不多，只要记住他们的一个出招方式，抓准时机闪避就可以了。这个也是一个熟能生巧的手法，无他，鬼手熟耳。然后冲刺还可以取消到一些角色的后摇，让你出伤更快。记住一些热门角色的手法技巧就可以了，例如胡桃呀、雷神呀，他们重击之后都是可以通过冲刺来取消后摇的。第四个染色，风元素的染色机制还是比较关键的一个，通常体现在万叶的大招、温迪的大招还有砂糖的大招上，详细的就不展开了，你只需要记住软式的优先级就可以了，那就是火大于水大于雷大于冰，就是当场上同时存在多种元素的时候，那么染上什么事就看他们的优先级了。举个例子，场上的敌人同时存在火和雷，那么这个时候你万叶开大染上的事就一定是火。实战中熟练的运用染式的技巧，可以更高效的破盾打反应，增加满星的一个效率。最后一个手法也算是综合手法，学会了立马开播，那就是万叶草体系反应。万叶单上草和水再加一个用于染色的后台角色，可以是雷、火、冰属性的，原理非常简单，就是利用了万叶的大招染色来触发草种子反应。万叶的大招染雷就是超绽放，染火就是烈绽放，染水或者冰就是原绽放。染雷和染火的视频前面两期已经给各位演示过了，不熟悉的可以去翻看我之前的视频。今天来演示下染冰打一个原绽放也是非常厉害的。万叶草神罗莎莉亚加上芭芭拉，罗莎莉亚给怪上冰，万叶开大染冰，草神扫描上草，芭芭拉开水环就能够产生大量的种子打反应了，这个就是利用了冰草不反应，冻结没有反应掉的水又可以生成种子，如此循环就可以打出爆炸的伤害。以上的深渊基础手法不知道各位看懂了没，没看懂的话记得收藏起来多看几遍，假以练习熟能生巧，深渊满星那还不是简简单单，拜拜。